现在过了这个111集啊，终于升到110级了，三个一，错过了那个光棍节是吧？刚好凑一个一，但没有。南方根据地叫什么过？谁来过？现在这一个剧情都是佐助啊，上一个的都是鸣人居多。这剧情呢都是按着动画片走，什么时候大结局了？是不是火影忍者手游也结局了？我操，还在旋转呢！我去，我操，有完没完？大招！还不死？就过关了吗 ？BOSS 有没有？混蛋，不要我开大！死了啊！过关了。好远啊，差不多快到了吧。这个就是110级的剧情任务，没啥特别的啊。我们来过一下这个修罗任务，看一下能不能把它过掉吧。等一下，第七班成立，看一下能不能过通关山。这个用谁好？用小南试一下吧。过五关斩六将，这个放狗，我操，狗到时候还会跟着我打呀。太分散了，战斗力不够高的话，这些修罗任务还真难过。打狗还要看主人，这些狗是不是都是卡卡西的？打得好慢。过了半天才过一关，这样子的话时间根本过不去啊。想三星过的话还很难。果然是，卡卡西到哪里去了？我操，血这么满，好像这个硬配人还好打一点。抓狗比较容易，我感觉一分钟完成不了了。
前面打狗太费时间了，战力不够，要360万，我要330万。过可能是会过，但是不是三星过。过了是过了，但打得挺累的。又多出一个新的啊，建议370万，我估计过不掉，还是别过了。先去，对啊，先打下那个小队突袭吧。小队激斗，小队激斗，打打两把。我还做任务。主要加连赢12场这样是吧？有送东西，把小拿给进了。右来控制他们，对面都不选了呢。这种模式搞得那什么挂机软件都不能挂机，要不然就这个任务很容易就过了。哇，这对面的等级都挺高。哎，我先打，我自己怎么就不记得？动啊！哎呦，我大招没按出来。还好这家伙竟然还去蓄力，不蓄力我就死了。我去，慢了。卡卡西卡了，再也能吸得起来，厉害了！哇！
这一套搞得帅。一出来就被抓了。哇操，这卡卡西一有大招就可以丢了呀，然后再吸进来。死了。嗯，那个家伙不是没打吗？面具男还没出哎。哎呀，这个好坑啊！遇到一个坑队友就不行了。那面具男要是再打，还是有赢的机会的。气人啊！你说气人不气人？嗯，这游戏有毒，这种模式有毒。要是队友离线基本就扣分，应该离线要扣离线的分是吧，我们打得那么好的还扣分，太坑爹了。因为我不先散了，你先散吧。来吧，跟他打。小右怕谁？我们右对右。什么时候欺负你？解决一个，队友还在。戦闘開始。可变啊！我去，这什么大招，这么远人都贴得到我。哎，神威卡卡就是比这个鸣人好用啊，看。我是挂机的吗？挂机的，挂机的，绝对是挂机的。这模式可以挂机的吗？这家伙绝对是挂机的。嗯。
始。不是啊，这野黑够个鸡。打那个，打这个干嘛？哎，我怎么还在？我还在 bug， 这是 bug， 我还在半空之中。他站根本换不了技能就被他吞死了。哎，怎么打呀？连跪两把了，没意思，不打了。今天真有毒啊，打什么都是输啊，打完整的排位都是输。玩这个也是输，哎，没意思，没意思。咱们去过点任务吧，差不多吧。任务基本都是靠挂机软件挂完的。好吧好吧，这边就这个就是111集的剧情就玩到这吧，差不多了。